十月二十八日，潘玮柏的妻子宣云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去参加某品牌晚宴的近照，并配文称见到了很多可爱的新朋友。当天，宣云打扮靓丽性感，她穿着咖色紧身透视连衣裙，柔软贴身的面料和剪裁完美勾勒出她的窈窕曲线，前凸后翘，呈现完美 S 型，小鸟腿更是瘦成竹竿，好身材不输超模明星，女人味十足。她的五官也非常精致，大眼睛、鹅蛋脸无一处不完美，像是可爱的洋娃娃，搭配高马尾十分出众，颜值很高。她的老公潘玮柏当天也有出席，和花。花枝招展的宣云相比潘玮柏的穿搭就略显随意，绿色宽松外套更偏街头嘻哈风，不过他身材健硕，肩膀极宽，状态还是保养的不错的。据悉，潘玮柏和宣云在去年七月份公开了结婚的喜讯，他们俩之前就频繁传绯闻，但一直没有正面回应，结果一公开就是结婚，惊呆一众网友。此前饱受争议，但潘玮柏和宣云的感情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，两人常常在一起享受二人世界，希望他们能白头偕老吧。